今天准备摘梨了，俺妈今天带着他俩出来去玩呢，千交代万交代，一定要把这梨给摘喽，再不摘叫你娘倒吃完呢。摸了吧，这块儿，本身这块上多少？哈哈，倒出来毛了。这一块多，咱这院里一天这鸟都得倒吃十来个，一天呢。咱这院里我光感觉这个啥鸟特别多。明年都折了，明年提前买点那个袋儿，给它套上哈，给这套梨都套上。这种上咱第一回摘吧，我咋感觉是哦，去年就结三四个，你今年要结多少瞅瞅。有没有朋友想吃俺家的酥梨来？你啥烂都不想搞。看见吗？这鸟倒一样，让喂鸡吧。给，扔给他一个。来来。呀，吓一跳。对。剩一半了，给家挂住了还。啊，对，天天都是这。哎，贵。鸟还学会挑了，是不是？光挑天的。这鸟倒过来，梨都是甜的。来来来。给你尝这个，它再倒一点了，这绝对甜。咦，丰收的时候是最喜悦的时候。朋友想吃点梨来讲，给恁寄点啊，哈哈，特别酥。呀，寄点，要钱不要啊？不要啊。瞅这壳上，小心。很贵。嗯，高处还有嘞。像这种结了少了，它一般都结了的。结了这个，还先弄了，还糊不到。这边这两坨写的是苹果，这是一颗车厘子，然后这边梨树，然后这一颗是啥忘了啊？这一颗桃，结了仨。啊，得长了三个油桃。看看这群鹅，一二三走。啊，虫子都过去了，听见动静都往那边赶。这是最多的，还找个筐给它抵住了。我看这能摘多啊，二三四五六这里了，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四，整个是这一阵上嘞，真多，给整一个。哎呀，摘了三大篮，看看，这如果没有鸟倒或者裂了呀，得比这多一倍。哎呀，今年主要是没打理好，明年桃袋都折了，这些也吃不完。如果朋友们不嫌弃啊，今天晚上咱还给咱群里给大家送啊，送给大家，我都留一点给俩孩儿吃。俺妈也好吃，留一点，然后剩下都送给大家，因为这少卖吧也过不住卖，然后都送给大家，让大家品尝品尝俺自己家种的梨，让大家跟我一起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。哎呀，这梨真的太甜了，俺爸买这一颗梨是买值了，这几颗。现在有一个棘手的问题，光说发长梨了，咋发呀？这本身这俩梨都是轻轻的，这一碰它还酥，还溜汁的。这搁这里，那不倒了都成坨了？那用那包药。用那包药啊。啊，包药。一个一个的包住，然后。脚步一来，用脚步。
给它打弄。朋友们收到也麻烦，这是拆了也麻烦。这就是、啊、一个胳膊里几个不是？胳膊里啥都满呢。我跟你说个法，用咱那个葫芦膜给底下垫一层，然后给梨一个挨一个挨紧一点，然后再拿这个细点的这个泡沫，然后再给它封也铺药，到时候挨的紧一点都没事儿。试试。啊，都这样。啊。隔离六个，这是对，这不是垫了一层吗？嗯、这等于说给底儿还有边上都垫住了，然后再给地上，就这对，给它再塞药。哎，还在不是？就这种。嗯，咱能多装几个。哎，是不是？这一箱大的能装五个，小的能装六个。嗯，是吧？可得。就这吧。好，就到这弄吧。